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小镇雪景。哇，纯白色的好漂亮，这就是雪吗？还是第一次看见呢？虽然很不刺骨，但小孩子们却一点也不害怕，非常高兴的在雪中玩游戏。哇，看起来好棒，呵呵，我也想玩。没错，夏天的天气可以打雪仗、滑雪橇。嗯，怎么了，露琪？爸爸，我想看雪。雪？啊啊啊！怎么了，天意？你感冒了吗？我没事。不过，是不是突然变冷了？嗯，我们这件衣服能自动调节温度，所以没感觉特别冷。啊，是呀，真羡慕你们有这样的衣服。气温确实下降了，好像不在你们的舒适感范围内。这样啊，那我就暖暖的睡一觉，不要感冒了。嗯，这不错。企鹅生命体拥有操控冰的能力，还能自由地冰冻大气中的水分，让天空下雪。太棒了！开发的正是时候，这下能让人类的街道都瘫痪了。瘫痪？嗯，因为交通设施非常发达，所以让人类误以为自己是万能的。但我会让他们知道，在大自然的力量下，他们是多么的微不足道。不明白吗？企鹅生命体用大雪将人类的街道全部覆盖，让他们的交通瘫痪吧！瘫痪！哇！青龙，青龙，怎么了，天意？雪是雪哦，真棒，沙沙的感觉真好玩。真的呢，哥哥。没事吧？谢谢哥哥。哦，你是踩在这里滑倒的。心道变高一些了，它被雪盖住了，所以看不见，要小心点才行。天意，哼，早啊，小兰早。哼，早。早上好，小林姐姐。怎么看到雪就兴奋了？嗯，有点。小林姐姐，你打扮得真漂亮。哼，对吧对吧，这衣服虽然新潮，但冬天才能穿，现在就派上用场了。早啊。哦，是雨翔，早。早上好。早上好，雨翔哥哥。你怎么穿得像猎人似的？猎人？这不是吗？毛茸茸的样子。这联想到猎人的人真是一点想象力也没有。你别只顾着学习，关心关心时尚好不好？加油。小勇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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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穿成这样，看着就觉得冷，好像跟时尚无缘呢。哟，你们真没干劲呢。好厉害。小兰，这可不行，你要是佩服那种人，小心笨蛋会传染哦。雪白雪白。
这叫冰。不过好玩就行了。太棒了，公园就像是滑雪场一样。那边的雪好像还没被踩过，真漂亮。小兰，我们堆雪人吧。哇，等你们很久了。小勇，你一直穿着那件短袖。男子汉即使冷也要拿出勇气穿短袖。天意，今天比赛打雪战吧。来吧，看招。不错嘛，还给你。哎，什么？好冷啊！嘿，那是当然了，你把两个手肘都露出来了。两个人一起上嘛，那看我的。嘿，呀！好冷啊！那是当然了，你别光着手玩啊！完成了，完成了！哇，好厉害，像真的一样！哼，太完美，太完美了！做得真可爱！女生们都那么努力，不能输给他们，我们也做一个厉害的吧！你精神恢复得真快。喂，刘董生，你也来帮忙。好，要做一个超大的。给你，谢谢。我开动了，吃吧。男生总爱在奇怪的地方争强好胜呢。怎么全身都湿透了？玩雪的时候特别开心，但是雪融化之后就好冷啊。玩得开心就好。对了，你看看这个。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对镇上的道路造成了严重的影响，电车也暂停运行，对学生及上班的人们造成了很大的影响。大雪让人类的交通网都瘫痪了。交通网一断，人类就不能自由活动了。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呢？这证明我那伟大的计划一定会成功。另一方面，小孩子们却在雪里玩得不亦乐乎。大雪虽然让交通瘫痪了，但对于孩子们来说，这些都是快乐玩耍的工具。是那帮家伙，那些雪明明是为我而下的，凭什么让他们玩得那么开心？太可恶了！小企鹅，我们走。别感冒了。凭什么大家都玩得那么开心呀？小企鹅，
你能让那个动起来吗？发生什么事？太好了，真好玩！小企鹅，就这样继续下去。雪，雪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样？真厉害！我们就做不出这么大的雪人。好累！这么大个雪人都是用冰块堆出来的，果然很重。那帮家伙凭什么玩得那么开心呀？小企鹅，收拾他们！小勇，你是不是在动雪人？我没有啊，要是乱碰给弄坏了，不就太可惜了吗？小勇，危险！什么？雪人动起来了！因为我们是花了大心血做出来的，所以它有生命了。这怎么可能？雪人不可能自己会动。你说有人在幕后操作？会这么做的人，不用想都知道是谁。又出现了！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那是爸爸为了我才下的雪，不是给你们玩的！你们太可恶了！我们可恶，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就知道是你捣的鬼！我的雪人！差不多该轮到我出场了。你们就跟自己的雪人玩个够吧，去吧，小雪人。小兰，太危险了，你快躲起来。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糟了，雪衣被冻住了。神龟，可恶！朱雀战技，烈焰弹。不了手，我虽然明白你的心情，可是出去重力冲击。
谢了，神龟。我的原则是借了东西马上就还。一不小心做了个这么大的雪人，他几乎和几乎生命体一样厉害呢。可恶，虽然很不舍得，但是你们还是帮忙收拾他吧。那就让我这个没参与制作他的人来动手吧。说的我的雪人是你们的同伴一样。什么？不见了？搜索模式竟然没有。雪里面太冷了，所以热感应没用了吧。好痛。小勇，好痛。又不见了。这种攻击真让人讨厌。大家背靠背站成一圈吧。对啊，哼，这下就没有死角了。放马过来吧。看到了，白虎，导弹发射。胡子，他怎么能那么灵活？你在干嘛？就你打扮得那么漂亮，真让人不爽。完全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太麻烦了，既然躲在雪里，只要把雪都弄掉就好。没错，朱雀，就这样大胆的去做吧。功能完毕，朱雀战机烈焰弹。帮雪人和小企鹅报仇的，你们给我记好了。都说了，雪人是我的，不是你的。要不我们再做一个雪人吧？好呀。这次要做一个更大的。玉玲和小兰，你们也来帮忙吧。好吧。差不多都化了，这下能尽情地玩直升机了。是啊。不知道上次做的雪人还在不在呢？我们把它放在太阳照不到的地方了，应该还在吧。我说天意想法还挺新奇的。是吗？不过这挺符合天意的性格。其实他要是想跟我们一起玩，直接说出来就好了嘛。是啊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听说街道上出现几乎生命体。等一下，这边也有几乎生命体。喂，好像连塔那里也有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下一集，几乎的陷阱，兰兰在塔里面。